这地板没有多大，古墓里面有什么，我们谁也不会知道。 附近河流和山川的位置推算出来的，和中国传统盗墓方法依据的风水学原理相同。夜里在挖地道的有4家，这些盗墓贼都租下了这附近的店铺，白天锁门，夜里挖地道。